位读者傍晚好，欢迎收看2018年2月19日光华夜报抢先看，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。乐极生悲，农历新年随家人旅游，阿公阿嬷共骑越野摩托，意外冲入泥沟，阿公证实死亡，阿嬷则受伤。国际新闻，雪上加霜，墨西哥南岸 7.2 级地震，两名高官空中视察灾情，所乘直升机不幸坠毁，两人虽奇迹生还，但机组人员及地面至少14人死，十多人受伤。娱乐新闻，成员钟铉自杀身亡，震惊演艺圈。 SHINee 日前重新登上舞台，表示将以和钟铉一起的心情努力。另外， SHINee 粉丝疯传照一张照片，称发现成员温流身后多了一个人影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，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，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，阅读愉快。